辛苦了哈，大家都看到今天早上哈，由民进党党团所造成的这个纷乱的局面。那我们财报法的修正案哦，事实上从今年的五月份就开始哈，在财委会开始讨论了，历时六个月。所以今天的逐条审查，事实上我们也是希望跟以前一样，让大家畅所欲言，每一条都讲到清清楚楚。事实上已经讨论了，但是民进党的委员哦，一开始会议还没有开始，就开始在一场蓄意的这个制造冲突哦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奈哦。制造这些冲突，我们也知道它是议事非的目的，就是不要让我们进入这个充分的这个讨论哦。那我再次呼吁林县长哈，国会殿堂做这个暴力的行为是非常非常不良的这个示范。这两天冲突里头，我也要讲一下我自己，稍微有一点哦，不但受伤了，我的牙齿都掉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是非常不良的这个示范了哈，希望大家理性讨论哈。